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昨天晚上10:43抵达台湾，对此中国也是动作频频。新华社报道指出，明天8月4日中午12点到8月7日中午12点，要在台湾6处海域进行重要的军事演训行动，还会组织实弹射击。在此期间，船只和飞行器都不能进入演训的海域及空域，对台湾周边的海空交通构成极大威胁，形同对台湾海空域封锁3天。从画面中可看到，中国解放军这次的军演形同包围整个台湾。亲爱的妈妈，请你唔通烦恼我，原谅我行袂开脚。我要去对抗袂当原谅的人，歹势啦，爱恁啊，袂当陪你去看电影。原谅我行袂开脚，我要去对抗欺负咱的人。天色渐渐光。